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他提出清静无为的思想，对于战国时期这个纷乱时局实在起了中和作用。老子撰写的《道德经》一书充满了智慧，更深深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发展。直到今天，老子的思想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他洗涤了不少迷惘的心灵。《纽约时报》更将老子列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。自古以来，一般的教诲都是人要表现坚强，不可柔弱，人要表现聪明，不要愚鲁。不过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一位老子，他与众不同。人要表现柔弱，不要刚强，人要表现愚鲁，不要聪明，人要无为，无我，无欲，居下，清虚，自然。啊！一般人都认为刚强好啊。刚强的就容易折断，柔弱的能够保存。比如说，你身上什么最硬，什么最软呢？牙齿最硬，舌头最软。你看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牙齿全都脱落了，舌头却完好无恙。大树比小草刚强吧？是啊，没错。台风来的时候，大树经常被连根拔起，小草却完好无恙。风无形无理，却能够拔屋倒树；水可方可圆，却能够淮山壤林。这不说明了刚强的未必是强，而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吗？一般人都认为聪明好，但是一个智者应该表现愚鲁，因为大智若愚嘛。大富翁通常深藏不露。我没有多少财富了。反之，一个双手戴满金戒指，嘴装金牙，脖子上挂金项链的人，家里可能是空空如也。只是个外表装阔的家伙。如果想有所成就，一定要把全部的智力和精力集中在一点，而在其他方面做一个愚者就行了。请问你是不是诗书画样样都行？哈哈，对不起，我呢就只懂得下棋，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行了。我就不一样，我诗书画都有研究的。你最精的是什么？啊，什么都不精哦。其实他是围棋的第一高手啊。我只是皮毛之见，什么只懂一点点。
人不能处处装聪明，要样样皆能，路路皆通，结果变成肤浅无知，路路不通。老子认为柔弱就能谦厚不争，愚鲁就能够弃华取实，一切依循自然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里面。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正面，而老子却能看到反面。锋利的，不错，可是这一面却是钝的。老子的思想恢弘有容，可大可久，能处顺境，也能处逆境，虽遇挫折打击，也能承受，还能迂曲转进。老子反对物欲，讲求精神生活；反对人为，讲求效法自然，重视精神生活，以精神来意识物质。2700多年前，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极为灿烂的文化。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纷纷产生。在希腊，有大哲学家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斯；在印度，则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；而中国实为东周末年春秋战国之际，更是人才辈出，百家争鸣，农儒法阴阳明道纵横杂墨。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影响最大，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便是老子。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丹，于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2月25日卯时，诞生于楚国苦县万乡曲仁里。周武王为西伯时，召他做守藏室的史官。借这两本书，请在这里登记。在这里，他更潜心于书籍之中，学习见往知来的历史，使他对人事有更深切的体会。就这样，老子的智慧一天一天地增长起来。大教育家孔子来访，你们先把路打扫干净，我去迎接他。于是老子亲自到郊外迎接，孔子也依照当时的礼节从自己的车上下来，捧着作为见面礼的大雁送给老子。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，并向老子请教了很多的事情。谢谢先生教诲，我受益良多，告辞了。那么我就送给你两句话作为临别的礼物吧。第一，你所钻研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，可是古人死了，连骨头都烂了，只是剩下那么几句话，你不能把那些话看得太死。第二，有极高道德的人都是很朴实的，你应该去掉骄傲贪恋，去掉一些架子妄想，这对你是有好处的。孔子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洛阳，回到鲁国后常常赞美老子。鱼我知道它会游水，鸟我知道它会飞，兽我知道它会走，但是龙它在云端，在天上，无法琢磨，深不可测。李丹就像是龙一样。周昭王23年，老子看到周氏逐渐衰微，便离开洛阳，西出函谷关。
我是这里的守官，我叫尹喜，我也很喜欢道术的。先生，你既然要出关隐居，可不可以帮我写点道理，等我可以依循来处事，不用我胡乱行事吗？于是老子就写了一本书，分为上下篇，共有5000多字。老子写好之后就出关走了，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他写的那本书就是《道德经》。道是老子哲学上的一个中心观念，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上，它有几种含义。第一，构成世界的本体；第二，创造宇宙的原动力；第三，促使万物运行的规律；第四，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。本章所说的道，是指一切的事物存在的根源，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，它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和创造力。天地间万物蓬勃的生长，都是道的潜藏力不断发挥的一种表现。老子在出关之前曾经担任过周代藏书室史官一职，这正影响了他的学说产生。因为作为守藏室史官，不但有机会阅读大量官府藏书典籍，从中吸取丰富知识，此外老子身为周室史官，除了掌管书籍收藏及记录历史之外，也需兼理天文、地理、占卦、卜签之事，故此史官都熟知占卜与阴阳学说，因而能够启发到史官从天道天命去看世道和人道，因而成就了老子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教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道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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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此这般的，这样这样这样啊，我懂了。错了错了，不是这样。道如果可以说得明白，解释得清楚，那就不是道了。道包含万物之理，没有形状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实体，而且永恒不变，这个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解说的明白的。这个包含万物的叫什么道理？不行不行，它是无名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的。因为你称它甲，它就不是乙；称它为白，它就不是黑了。要了解大道，不能执着语言、文字和名称，完全要靠心灵去领悟，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了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就可以谈谈天地万物创生的情形了。哇，好棒啊！快点说啊！天地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实物，没有形象，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无。无就是道的本体，宇宙的本源。当道一产生创生的作用，万物就随之而生，可称之为有。
这有就是道的作用。所以当想到天地的本源是无，就可以了解道的本，都可以称为玄妙，玄妙而又玄妙啊。那就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本源道了。宇宙的本体是无，由无创生天地，由天地而生万物，终于形成了万象纷纭的世界。大家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丑的观念也产生了。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，不善的观念也产生了。有和无是互相比较而生的，难和易是互相比较而成的，长和短是互相比较而显现的，高和低是互相比较而造成轻倚的，阴和生是互相对立而产生和谐的，前和后是互相对立而形成顺序的。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，实行不言的教导，任万物与作而不加主宰，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，功业成就而不自居。正因为他不居功，所以功绩不会埋没。世上的一切概念价值都是人所设定的，价值判断都是因比较而产生的，而对立的关系是经常变动的，因此价值判断也在不断的变动中。面对这些变动，我们一定要淡然处之，不要庸人自扰才好。想做贤人，想要贤名，则人人都倾轧竞争。朕最喜爱贤人了，明天你给我出张皇榜，替我招纳贤人。我是贤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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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贤人。好了，别再吵了。你看，这样反而不美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标榜贤人了，你们也不要再在这儿争了，都给我先回家去吧。不标榜贤明，可以使人民不起争端。金银珍宝都是难得的财货，大家为了要获得这些财货，于是盗贼因而产生了。名位十足以引起人的争逐，财货十足以激起人的贪图，名位的争逐，财货的贪图，于是巧诈伪作的心智活动就层出不穷了。这是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冲突的主要原因。解决方法，一方面要给人们适度的温饱，另一方面要净化他们贪图的心念，消减他们攘夺的心机。所谓无知，并不是行愚民政策，乃是消减巧伪的心智。所谓无欲，并不是要减除自然的本能，而是消解贪欲的扩张。不吹捧难得的货品，可以使人民不起盗心；不显现名利的可贪，可以使人民的心思不被祸乱。所以圣人为政，要净化人民的心思，满足人民的安保，减损人民的心智，增强人民的体魄，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智，没有争道的欲念，使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。这样顺其自然、无私无我的治理，国家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了。名位引起人的争逐，财货激起人的贪图，于是巧诈伪作就层出不穷了。道体是空虚的，然而作用无穷无尽，这样的渊深却能创生万物，是万物的本源。它虽然隐没无形，似亡而又实存。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，似乎有天地就有了它，
道体是虚无的，但是这个道体并不是一无所有，它含藏着无尽的创造因素，因而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。这个虚无的道体是万物的根源。天地是大公无私的，对万物一视同仁，把万物当作草渣的狗一样，没有喜爱，没有憎恨。圣人也是大公无私的，把百姓当作草渣的狗一样，没有喜爱，没有憎恨，全部一视同仁。天地之间就好像风箱一样，中间虽然是空虚的，但正因为其空虚，所以才能够生化万物。由此可见，越多作为，越多设施，反而招致错误失败，还不如抱守清虚，无为不言来得好。大道创生万物，纯任自然，无偏无私，国君治政也应该无为而治，这样社会自然安宁。天地所以能够长久，是因为它的一切运作都不为自己，所以能够长久。圣人处处谦虚退让，反而能够赢得爱戴，事事不计较利害得失，反而深受其益。由于他不自私，结果反而成全了自己。谦虚反而能赢得爱戴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反而能够成就自己的理想。本章用水性来比喻上德者的人格。水最显著的特性和作用是：一、柔；二、停留在卑下的地方；三、滋润万物而不与大自然相争。老子认为，最完善的人格也应具有这种心态与行为，处众人之所恶，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愿意去。别人不愿意做的事，他愿意做。他有骆驼那样的精神，忍辱负重，谦卑受屈。他能尽其所能地去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以帮助别人，而绝对不和别人争名争利。这就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。有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，水有三种特性：第一是能够滋养万物；第二是本性柔弱，顺其自然而不争；第三是蓄居留住于人所厌恶的卑下之处。水处于卑下的地方，有道德的人为人谦下。水渊深清明，有道德的人虚静沉默。水施于万物，有道德的人博施不忘报。水照万物，各如其形，有道德的人所言至诚，绝不虚伪。水性柔弱，能方能圆，人能效法水的不争，就能产生利万物谦下的效果，于是就接近道了。本章在于写盈，盈既是满意、过度的意思，自满自骄都是盈的表现。持盈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倾覆之患。所以老子谆谆告诫人不可盈，
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后，如能身退不迎，才是长保之道。身退并不是隐身而去，更不是隐匿行迹。王真说，身退者非为必使其功成而去也，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。身退即是敛藏，不表露。老子要人在完成功业之后，不炫耀功劳，不露锋芒，不咄咄逼人。可见老子所说的身退，并不是要人做隐士，只是要人不要自我膨胀。盛在任何器皿里的水太满就会溢出来。够了够了，八分满就够了。刀锋能用就行了，如果磨得太锐利就不好了，锋芒太露就很容易折断。一个人金银财宝太多了，会遭到别人的虎视眈眈。也会因而生活糜烂，最后反而不能保留这些财宝。完了，钱花光了。所以人在成功之后就激流勇退，这才合于自然之道。就像上天一样，上天生万物，也是有生而不养育，有功而不自恃。心中谨守着道，能精神和形体合一，能不分离吗？听任生理的本能导致最柔和的心境，能像婴儿一样吗？摒除心智的作用，能没有瑕疵吗？爱国治民能自然无为吗？感官和外界接触能安静谨慎吗？心机吗？生活必须是形体和精神合一而不偏离，能守道可使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真挚于一个和谐的状况。老子举了三个例子，车的作用在于运货载人，器皿的作用在于乘物，室的作用在于居住。这就是车、器、室给人的便利。所以说有之以为利。然而如果车子没有车骨中空的地方把轴放进去，就无法行驶。器皿如果没有中间空虚的地方可以容量，就无法盛物。室屋如果没有四壁门中空的地方可以出入通明，就无法居住。可见得中空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了，所以说无之以为用。世人只知道有的利益，而不知道无的用处。事实上，无的用处比有要大得多。30根车辐汇集在车骨，因为车骨是空虚的，车才能够产生乘坐的作用。一个杯子，因为中间的空虚才能产生乘物的作用。一个门窗，我们也在利用它的无。一间房子，我们认为它的无才能产生居住的作用。由此可知，有之所以能够给人便利，端赖无发挥它的作用，只是有是发挥不了大用处的，唯有有与无配合才能产生大作用。
一切器物的用处全在于无，大道是无形无相的，而天地万物均由道生，可见无形无相的大道真是妙用无穷。人的需要有限，而人的欲望则无穷，过分的追求色彩的享受，最后必定视觉迟钝，过分的追求声音的享受，最后必定听觉不灵。过分的追求味道的享受，最后必定味觉丧失，食之无味。过分的纵情玩乐，最后必定弄得心神不宁，神不守舍。过分的追求金银珠宝，最后必行伤败德，身败名裂。所以提到的圣人生活简单，只求填饱肚子，不求官能享受，宁取质朴宁静，不求奢侈浮华。欲海难填，不能去欲，必遭灭顶。过分追求欲望而不能节制，其结果不仅不能感到满足，反而会感到痛苦，丧失自我。世人得失名利的心太重了，所以得到荣宠和受到屈辱都担惊受怕，畏惧大的祸害，也因而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在世人的心目中，荣宠是高尚的，得到荣宠就觉得高贵，因而怕失去荣宠；屈辱是低下的，受到屈辱就觉得丢人，所以害怕受屈辱。我们所以有大的祸害，那是因为我们常想到自己的关系。假如我们能够忘记自己，那还有什么祸患呢？所以如果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为天下人服务，就可以把天下让给他。人应该无私忘我，若能置生死于度外，则一切宠辱祸害都不足以动摇其心智了，那还何经之有呢？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的，但往往为私欲所蒙蔽，因而观物不得其正，行事则失其常。所以我们要尽力使心恢复到虚明宁静的状态，这样能够看清万物蓬勃生长，看山往复回圈的道理。万物纷纷云云，各自返回到它的根本，这叫做静，也叫做常。了解常叫做明，不了解常而轻举妄动，就会有祸害。了解常道的人是无所不包，就能坦然大功，才能做到无不周偏，才能符合自然，才能符合于道，符合大道才能永垂不朽，这样终身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治虚和守静的功夫做到极致，就能明察事理，能洞知万物变化的常规，就能深得自然的妙趣，而与道同体了。国君治理国政可分为四个等级，最上等的国君推行不严的教化，使人民各顺其性，各安其生。我只知道有国君，但是不知道他到底为我们做过些什么呀。
次一等的国君用德教感化人民，用仁义治理人民。我们的国君很棒的，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第三等的国君用政治治理人民，用刑法威吓人民。我们的国君管我们管得很严，很凶，很可怕的。第四等的国君用权术愚弄人民，用诡计欺骗人民。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我们要起来反抗！起来反抗！最好的政治是无为而治，人民各顺其性，各安其生，得到了最大的益处。功成事遂之后，老百姓还浑然不觉，还会这样说：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为政者向是非之于人体，最好的肺是你没感到有它在替我们呼吸工作。当你天天感到肺在替你呼吸，那么这个肺已经有病了。鱼在水中就不觉得水的重要，人在空气中也不觉得空气的重要。大道兴隆，仁义行于其中，自然不觉得有倡导仁义的必要。等到崇尚仁义的时代，社会已经不那么淳朴了。某种德行的表彰，正由于它特别欠缺的缘故，犹如现在所谓好人好事的表彰，正是由于这些事迹极其罕有的缘故。上古的时候，人们诚实，没有知识，也就没有虚伪。到了中古的时候，民情日盛，于是治天下的人就用他的智慧制造了制度、法令来治理人民，于是虚伪、诡诈也就随之而产生了。用智慧来防止逃税。就用智慧来逃税。我成功了，逃税了20万两。当家族中的人能够推诚相见，和睦相处，也就用不着孝和慈。等到六亲失和，孝慈才因而产生了。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要打！打死你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国家清明的时候，臣子们各司其所，各尽其职，没有所谓的忠臣。他们都是朕的臣子。国家混乱以后，臣子不能负责尽职，忠臣才随之产生了。他对朕非常的忠心，他才是朕的忠臣呢。仁义、智慧、孝慈、忠臣，这些都是在大道废弃、淳朴破灭以后才产生的，他们的产生正说明了道德的破产、人心的堕落，这是社会退步而不是进步。学问知识是忧愁烦恼的根源，弃绝一切学问知识，就不会有忧愁烦恼。世人都趋荣避辱，取善去恶，但荣辱贵贱相差多少呢？善与恶又相差多少呢？不过我也不能特立独行，显露锋芒。大家畏惧的，我也不能不畏惧。但是大道是那么的广大而没有穷尽，和世俗相差太远了。众人都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好像参加丰盛的宴席，又好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，唯独我恬淡无动于衷，好像不知嬉笑的婴儿，疲惫的样子好像无家可归。众人都有多余，唯独我好像不足的样子，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，混沌的样子。世人都光耀自炫，
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，世人都精明灵巧，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。众人都好像很有作为，唯独我愚昧而笨。我和世人不同，我重视的是道的生活。贵贱善恶是非丑，这些价值判断并没有绝对性，只不过是相对形成的，经常随时代环境而更改。世俗的人纵情于声色获利，生活应该干守淡泊，淡然无戏，但求精神的提升。常人总喜欢追逐事物的显象，芸芸众生莫不急于求全求赢，或急于张扬显义，因而引起无数的纷争。求全之道莫过于不争，不争之道在于不自现，不自是，不自我，不自矜。而本章开头所说的取、往、挖、必也都具有不争的内涵。委屈可以保全，其咎反而能伸展。低洼得以充盈，必救才能生心，少取反而多得，贪多弄得迷惑，所以圣人守道作为天下事理的模范。不自我表扬反能显明，不自以为是反能彰显，不自夸反能建功，不自我矜持反能长久。正因为不跟人争，所以天地间没有人和他争。古人说委屈可以保全的话怎么会乱说呢？常人总是追求事物的显象，求全求赢，因而引起无数争纷。人应处柔守柔，谦下退让，而达到不争的境界。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但他后来被神化为道教教主。老子在北魏时期开始被尊为太上老君，其后道教典籍更将老子极度神化，将他描绘成神灵一样。武力会带来凶灾，老子指出了战争的祸害，并且表达了他的反战思想。用兵是出于不得已，若是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，也应该恬淡为上。战胜了不要得意洋洋，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。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尚武者的心理状态。他还说，如果不得已而应战，要以丧礼处之，杀人之众以悲哀弃之，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。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大家都厌恶它，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。君子平时以左方为贵，用兵时以右方为贵。
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不该是君子所使用，万不得已而使用它，最好要淡然处之。胜利了不要得意，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，就不能在天下得到成功。吉庆的事情以左方为上，凶丧的事情以右方为上。上将军在右方用兵作战的时候，偏将军在左方，这是把战争当作丧事来看待。杀人多了，要以悲哀的心情来悼念他们，即使打胜了，也要以丧事来处理。武力带来凶灾祸害，用兵是不得已的事，应该心平气和，只求达到目的就行了。本章讲个人修养与自我建立，一个能自知自胜自足强行的人，要反视自己，坚定自己，克制自己，并且施智力行，这样才能进一步地开展他的精神生命与思想生命。能够了解别人优劣的，只能算是聪慧，能够认识自己本心本性的，才可算是清明，能够战胜别人的，可算是有力，能够克服自己的，才算是坚强。我完了，我戒不了酒。能够知足而淡泊财物的，可算是富有。老兄啊，你满不满意目前的生活呀？满意，我很满意目前的生活。道可道，能够体道而强行不息的，可算是有志。以道为本而反守不失的，可算是长久。身虽死亡而精神不朽的，可算是长寿。每个人都有私有欲，要想去私欲，必须先自反自省，然后自清自虚。若能做到自知自胜知足和强行，那么就可以算是得道了。执守大道，天下人都来归往。归往而不互相伤害，于是大家都平和安泰。音乐和美食能使路过的人停步，但是道虽然淡而无味，看不见听不到，但却是使用不完的。仁义礼法之志，像音乐与美食一样，仅能满足人的耳目口腹之欲，道却能使人得到心灵的满足。要收缩它，必先使它扩张；要削弱它，必先使它坚强；要废弃它，必先兴举它；要套取它，必先给予它。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柔弱一定胜过刚强。鱼不能离开渊，离开渊必定干死。柔弱是治国的根本，治国不用柔弱，必定灭亡。权谋刑罚都是凶戾的东西，不能够施加于人民。物极必反，势强必弱是千古不变的道理，人君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善加运用，则能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。上德的人不自以为德，所以才是有德；下德的人有心失德，所以就没有德。上仁的人有所作为，却出于无意；上义的人有所作为，且出于有意；上礼的人有所作为，若得不到回应，于是就伸出手臂来使人们强从。所以失去了道，而后才有德；失去了德，而后才有仁；失去了仁，而后才有义；而后才有礼。
当社会需要用礼维系德的时候，虚伪巧诈也就产生了，祸乱也就跟着来了。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智取巧，实在是愚昧的根源。因此大丈夫应守质朴的大道，不要虚伪的巧智，舍弃理智的浮华，取用道的精神。道德修养共分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合于道德社会，一切需自然而行。当社会需要理智来维系时，诈伪业生已经是不堪设想的时候了。反道者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道的运行反复回圈，周流不息，才能产生绵延不尽的生命。道的作用柔弱天下，天下万物是从有而产生的，而有却是从无产生而来的。无是道之体，有是道之用，人应无为、无事、无智、无知、无欲、无我、无私，才能达到道德最高境界。道是万物创生的总原理，万物创生的程式是由道生出一种气，这种气又划分成为阴阳两气，阴阳两气相交而成一种势云的状态，于是万物都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了。万物都背阴而向阳，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。道创生了万物，万物创生以后还要守住道德精神，依道而行，应该柔弱，应该顺其自然。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驾驭天下最坚硬的东西，无形的力量能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。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，不言的教导，无为的益处，天下少有比得上的。水是最柔不过的，却能穿山透地，柔能胜刚是很明显的道理啊。老子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关于他的出生有一个神话故事，在《史记正义》中引述《玄妙内篇》说，老子的母亲在吃下一个李子后感孕而怀有老子，但老子却非怀胎十月出世，而是在母亲体内81年才瓜熟蒂落。他的母亲并割左腋而生老子，也因为在母体81载才出生，所以面貌就像一个老人一样。名和生命比起来哪一样亲切呢？生命和获利比起来哪一样贵重呢？得到名利而丧失生命哪一样危害呢？因此过分的爱名就必定要付重大的耗费。收藏财货太多，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。知道满足，就不会受到屈辱；知道适可而止，就不会带来危险。人应爱惜身体生命，不应过分追求名利。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，是得不偿失的。战争的起因，大半由于侵略者的野心勃勃，贪得而不知足。结果侵人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老子指出，统治者多欲而生事的祸害，警惕为政者当清静无为，收敛侵占的意欲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，意思是天下不行德政，而行王权霸道，所以战争连年，战马亦要在战场上产子。
你可反映出当时兵荒马乱、互相杀伐的惨烈情况。天下有道的时候，人人知足知止，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。战争绝迹了，战马也没用了，只好用来耕田。天下无道的时候，人人争名逐利，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，所有的马都用来作战，母马都得在战场上生产。我国的国土实在太小了，可是你看邻国的国土却非常的大呀。已经够大了，不要贪得无厌了。不，太小了。出兵攻打邻国，夺取国土。天下的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，天下的罪过没有比贪欲更大的了。所以只有知足，这种满足才是永久的满足。人人知足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万事万物的原理并不在远不可及的地方，它就在我们心里。若能内观反省，除私去欲，不出门也能知天下的事，不望窗外也可明了自然的法则。走出大门越远，知道的事理也就越少。所以圣人不外出远求，天下的事理都可以明了。不造作思维，万物就可以化育生成。心灵深处是透明的，像一面镜子，应净化欲念，清除心里的壁障，去了解外物。求学一天比一天增加。我在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和见闻已经增加了不少了，求道却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减少又减少，一直到无为的境地。如能不妄为，那就没什么事情做不成的了。治理国家要常清静，不扰攘，至于政局繁苛，就不配治理国家了。为学只能增加天欲，因此虚伪百出，扰烦众生，求道损之去欲，内心既清且虚，外在自然无为无事了。圣人没有成见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。善良的人我善待他，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，这样可使人人向善。守信的人我善待他，不守信的人我也善待他，这样可使人人守信。圣人在位，收敛自己的意欲，使人心思化归于混沌，百姓都凝视静听，如痴如愚，圣人都把他们当作婴儿一样的爱护。理想的智者收敛自我的意欲，不以主观厘定是非好恶的标准，应以善心诚心去对待所有的老百姓。人出生后能够长寿的有十分之三，短命夭折的有十分之三，本可以长寿而自己跳入死路的也有十分之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奉养太厚，享受太过了。听说善于养护生命的人，在深山里行走不会遇到犀牛老虎的攻击，在军队中打仗也不会遇到兵刃的伤害。犀牛虽凶，但对他却没有办法用他的脚。老虎虽猛，但对他却没有办法用他的爪。兵器虽利，但对他没有办法用他的刃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善于养生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他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不知有多少无形的西湖甲兵，
例如声色获利、骄奢淫逸、放臂挟持，如果稍一不慎就会招来祸害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心安神静、谨言慎行，不争强好胜，就不会受到伤害了。智者晓得道体精微奥妙，所以勤而行之，不敢多言。整天喋喋不休的人根本不明白道，不露锋芒，消解纷扰，含脸光耀，混同尘世，这就是玄妙奇同的境界。完全超然物外，淡泊无欲，既无法和他亲近，也无法和他疏远，既无法使他得利，也无法使他受害，无法使他高贵，也无法使他低贱。修养到达这种境界，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了。理想的人格形态是错锐、解分、和光、同尘，而到达玄同的最高境界。老子名称的由来，原来也有一个传说，在《史记索引》中，葛玄提及，老子的母亲在一李树下生了老子。当老子刚产下，也懂得说话了，他指着旁边的李树，并且说要以李作为自己的姓氏，就是这样，他便唤作李耳。另一个说法则指，老子一出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了，所以他名为老子。其实关于老子的传说众说纷纭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就是老子一直备受统治者的爱戴。在西汉初年提出的黄老之治，就正是以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为基本，在全国推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使人民在连年征战后迅速复原，可见老子思想的可取之处。清静之道治国，以诡奇的方法用兵，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。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？从下面这些事端上可以看出来，天下的禁忌越多，人民越陷于贫困。禁止私自游行，禁止非法集会，禁止胡乱说话，禁止胡乱讨论。政府的权谋越多，国家越陷于混乱，统治者的技巧越多，邪恶的事就会连连发生。出兵进攻邻国。是。法令越森严，盗贼反而不断的增加，所以圣人说我无为，人民就自我化育，我好静，人们就自然上轨道，我不搅扰，人们就自然富足，我没有贪欲，人民就自然朴实。为政者常自以为是社会中的特殊角色，而依一己的心意擅自厘定出种种标准，肆意作为，强意推行。掌权的人如果都能无为、好静、无欲，那么人类的和平就可指望了。
治理大国就好像煎小鱼一样，不能经常翻动，翻动的太多，小鱼就散了。用清净无为的道理治理天下，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，所以鬼不会伤害人，神不会伤害人，圣人也不会伤害人。在上的国君和在下的人民互相都不伤害，于是就天下太平了。为政之要在安静无扰，若能清净无为，则人人便可各随其声而相安无事。江河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，使所有的河流奔注，是因为他善于自处低下的地位。所以圣人要作为人民的领导，必须对他们谦下，要为人民的表率，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。所以圣人居于上位，而人民不感到负累；居于前面，而人民不感到受害。所以人民乐于拥戴而不厌弃，因为他不跟人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。统治者权势在握，一旦肆意妄作，人民就不堪其累了，因此应尽量避免带给人民负担与累害。上帅的不逞勇武，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，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，善于用人的对人谦下。这不武不怒就是不和人争胜斗气的道德，如果能做到这些，便是符合自然的道理。武怒是侵略的行为，不武不怒不逞强不暴力，最合于自然的道理。能知道自己有所不知，这是最高明的。抱歉，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懂。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，这就是缺点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什么都懂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晓。其实你只知一点皮毛啊。圣人厌恶这个缺点，所以没有这个缺点。有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层，一知半解，就以为自己都懂了。知道自己愚蠢的是智者，不知道自己愚蠢才是真正的愚蠢。勇于表现刚强就会送命，勇于表现柔弱反而生存。这两种同样是勇于敢，但是勇于柔弱就有利，勇于刚强就有害。天为什么厌恶勇于敢呢？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自然的规律是不争嚷而善于得胜，不说话而善于回应，不召唤而万物自然归附，宽广坦荡而善于筹策。自然的范围广大无边，像一张大网一样笼罩的范围无所不包，它虽稀疏却从来没有一点漏失。自然的规律是柔弱不争的，人类的行为应效法自然的规律，而勿借刚强好斗。老子从人类和草木的生存现象中说明了，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柔弱的，而死亡的东西都是坚硬的。老子从万物活动所观察到的物理状况而断言，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老子的结论也蕴含了坚强的事物已失去生机，柔弱的东西却充满生气。这些是从事物的内在发展状况来说明的。如果从他们外在表现上来说，坚强者所以属于死之徒，因为他显露突出，所以当外力冲击时就会首当其冲，外露容易招人妒忌而受到冲击，就正如高大的树木容易遭人砍伐。人为的祸患也一样，自然的灾难亦莫过于此。狂风吹来，高大的树木往往会被吹倒，而小草由于它柔软，却可以迎风招展。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，死了以后就变得僵硬了。
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软的，死了的时候就干枯了。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，而柔弱的东西则属于生存的一类。因此用兵逞强就会遭受灭亡。而树木强大，就会遭受砍伐。凡是强大的反而居于下位，凡是柔弱的反而站在上面。狂风吹过，小草由于它的柔弱反而可以迎风招展，高大的树木往往被摧折。柔弱胜刚是明显的道理。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，可是它却有攻坚克强的能力。弱胜过强，柔胜过刚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，但是没有人能实行。因此圣人说，承担全国的屈辱才配称国家的君主，承担全国的祸难才配做天下的君王。水性柔弱而无坚不摧，无强不克，柔弱却含有无比坚韧不克的性格，而胜过刚强。你不对，你不对，你们别再争执了。重大的仇怨纵使调解了也有余怨，这怎么能算妥善的办法呢？因此圣人保存戒惧，只给予而不向人索取偿还。有德的人对待人就像持有戒惧的人那样，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。无德的人对待人就像税吏，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人家。天道是无所偏私的，经常帮助好人。为政者不可蓄怨于民，用税赋来榨取百姓，用行政来钳制大家。理想的政治是以德化民，辅助人民，给予而不索取，绝不骚扰百姓。事实上，除了汉代以外，唐宋时期的君主也推崇老子。例如唐代的高祖李渊便尊奉李耳为李氏的祖宗，并以老子庙为家庙。此外，当时更兴建太清宫和洞清宫做祭祀用途。后来这北宋时的真宗也扩建上述两座庙宇，可见历代不少君王都十分尊崇老子。本章的格言可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，前面三句格言在于提示人要信实、纳言、专精，后面四句在于勉励人要利民而不争。真实的话不好听，好听的话不真实，行为良善的人不巧辩，巧辩的人不良善。真正了解的人晓得宇宙间的大道就在自己心中，不必广博。知识广博的人未必对大道有真知。圣人没有私心，什么都无所保留，他尽量帮助别人，自己反而更充足。倾其所有给予别人，自己反而更富有。天道无私，只有利于万物，而不会对万物造成伤害。圣人顺天道而行，只是贡献施予，而不和人家争夺。圣人能效法利而不害的天道，而表现畏而不争，结果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施者比受者有福，能不和人争夺功名的精神，就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。道是老子哲学上的一个中心观念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含有几种意义，构成世界的实体，
创造宇宙的动力，促使万物运动的规律，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。本章所说的道，是指一切的本源，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，它具有无限的潜在力和创造力。天地间万物蓬勃的生长，都是道的潜藏力不断创发的一种表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道德经第一章。道这个字在道德经上前后出现了73次，这73个道字符号形式虽然一样，但是意义内容却不尽相同。从前有个瞎子，他从来没见过太阳。老兄，请问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个太阳嘛，它是圆圆的。太阳的样子呢，就像这个铜盘一样的。这时候他听到远处的钟声。老兄啊，那边传来的声音好像你刚才敲的声音一样，是不是太阳的声音呢？太阳有光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太阳的形状是这样的。谢谢。嗯，这根也是太阳吗？啊啊、苏东坡约喻说，语言是无法表达一切的道理，了解道的人无法将道很明了地向不了解道的人说明白，就像明眼人无法跟瞎子解释太阳一样。道可道，非常道的意思是，道可以说得出来的，就是不常道。可道的道字，和老子哲学思想无关，它是指言说的意思。第一个道字和第三个道字，是构成世界的实体，也是创造宇宙的动力，它是永恒存在的，故而称之为常道。所以这一个道字显然是指实在意义的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德经第一章。无尽藏尼对六祖慧能说，六祖慧能啊，麻烦你替我解释一下这个涅槃经吧，好吗？真的很抱歉，无尽藏尼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认识字，请你把经文念出来，我可以略解其中的真理。你连字都不认识，怎么能了解其中的真理呢？无尽藏尼，真理和文字是无关的。其实，文字像你我的手指，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手指却不是明月。看月也不一定要透过手指啊。六祖坛经说，文字像是手指，手指指出真理，但一般人只顾看着手指，并没有往手指指的方向深入看向其中的真理。太上不知有之。吴承说，太上犹言最上，最上为大道之事，相望于无为。太上的意思就是最上最好，最好的时代就是行大道，大家都能清净无为。蒋其昌说，太上者古有词语，乃最上或最好之意，
魏策，故为王继，太上伐秦，其次兵秦，其次坚约而降蒋兴国，无相礼也，为最好伐秦也。是上古时代已经有太上这个用语，太上即最上或最好的意思。战国策魏策提及过，所以为皇上献计，最好之计讨伐秦国，其次讨好秦国，再其次与其他国家联合一致，所以说最好是伐秦。杨朱见老子：如果一个人敏捷有力，疏通明达，这人算是好君王吗？这种人有了才能便供人使唤，有了技艺便被技艺所累，突然劳动自己的形体，离开道是越来越远了。豹因为身上有文采，猿猴也因为身子矫健被人捉去，你说他们是真正的有智慧吗？哦，那到底好的君王是什么样子？明王治天下，不自以为有功，则及万物，百姓不绝，这样神话莫测，才能算是好的君王啊。最好的时代，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，没有政权的压力，大家呼吸在安闲自适的空气中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，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狱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有一事物是天地出现之前已经形成了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好勉强给它个称号，叫做道，又或者叫它做大。所以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世间上有四大，而人就是其中之一。人效法地，地效法天，天效法道，道效法自然。本章所讲的道，都是指实存意义的道。最后一句所讲的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是指效法实存之道所呈现出来的自然规律。事成启去见老子：听说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圣人，所以我不辞千里的来见你。但是我见了你以后，万万想不到你让我太失望了。事成启回去之后，原以为有胜利的优越感，但是心中反而是一片空虚。先生，昨天我骂了你一顿，自以为胜利了，但心情却很空虚，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你昨天来的时候神态高傲，像要和人打架一样。你呀，就像边境上的野马，突然被人捉到，便心气浮动，完全失去了他的本性。是的，是的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失去本性的人，就叫做自然的贼。你如果要修道的话，就请你恢复自然的本性吧。道以自然为依归，道的本性就是自然。老子学说恢弘远大，可惜他没有如孔子般开门授徒，使他广泛流传。但庄子一书却记载了老子几位弟子或问学于他的人。老子的弟子只有三人，包括伯巨、耕桑楚和杨子居。
至于向老子问道的也有三人，包括士成启、孔子和尹喜。本章谈道，老子认为不妄为，也不故意表现他的作为，无为而无以为，可以称为上德。如果妄自作为，而且故意表现他的作为，为之而有以为，那就变成下德了。上德者，顺应自然，体道而行。如果表现有为，妄自作为，那就失道了。失道是有为的结果。失道的道，即是指自然无为的道，道之华的道，也是承接上文指自然无为的道。梁武帝是个非常喜欢佛法的皇帝，平时经常穿佛衣，吃斋念佛。梁普通八年十月一日，达摩祖师会见梁武帝。我自从继位以来，供养佛僧，建造寺庙，抄写佛经，雕塑佛像。达摩祖师，我问你，这究竟有多大功德呢？根本没有功德可言。怎么会没有功德呢？这些都是六道之中的小成果，都是迷惑的再生产，就好像影子的跟随人一样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即使有善意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施善事之前，心中不可先存有积善德之心。如果施善事是为了积德，便是没有德了。战争的起因大半由于侵略的野心勃勃，贪得而不知止足，结果侵入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老子指出，统治者多欲生事的危害，警惕为政者当清静无为，收敛侵占的意欲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，就是说天下不行德政，而行王权霸道，所以战争连年，战马也要在战场上产子。这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兵马空总互相杀伐的惨烈情况。伯巨追随老聃学道。先生，先生，我有个计划，我想到天下各地去游历。去各地游历？你想先去哪儿啊？我想先去齐国看看。再见了，先生。伯巨一踏入齐国的边界，便看到尸体。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真是太可怜，真是太不幸了！天下最大的灾害你先遇上了。哎呀，国法上说不要做强盗，不要杀人，但是谁在做强盗，谁在杀人？统治者多欲生事危害，侵入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知做智解。阎灵峰、陆德明、王弼和和尚公都曾经对此做过解释，指出这一句的知字等同智慧的智。阎灵峰先生说，此两智字原句作知，似当读去声，作智慧之智。陆德明释文云，知者或病因智。和尚公注，智者不言句云，知者贵行不贵言也。王公注，因自然也。又和尚注，言者不知句云，似不及舌，多言多患。王公注，造事端也。宜和尚、王弼两本知皆作智者。
伯昏无人去看列子。只见列子的门外鞋子都摆满了。大师，有人找你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来指教弟子呢？哎呀，算了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一定要保光，不要露了行迹。现在你让人来归附你，却不能使人不归附你，这就是你露出了与众不同的痕迹。理想的人格是搓锐、解分、和光、同尘、含脸光耀，列子却偏偏光芒外露，引来了很多人，这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民多利器国家资昏，人多技巧其物资起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法令资引盗贼都有。意思就是说，天下越多禁忌，人民生活就越困难。法令产生，但是盗贼反而越来越多。从这里，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子对于一切行政的非议，也可以体会出老子所处的时代，权力的横暴已经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地步。可见老子提倡的无为并非无的放矢，的确是解决当时政治情况的唯一釜底抽薪的方法。射鸟的弓箭花样越多，天空的鸟只好乱飞了。捕鱼的罗网钩子花样多了，水里的鱼只有乱窜。捕兽的陷阱花样越多，森林里的野兽只好乱跑了。人的智巧越多，欺诈狡猾诡辩种种花样就来了。人类好用智巧，于是天下就大乱了。天下的禁忌越多，人民越陷于贫困，政府的权谋越多，国家越陷于混乱。统治者的技巧越多，武和怒乃是侵略的行为，暴力的表现。老子却要人不武不怒，亦即不可逞强，不可暴力。在战争中讲不争，要人不可奢杀，这和前章在战乱中强调慈是相应的。季绳子替周宣王养斗鸡。季绳子，斗鸡养好了没有？他现在可以打架了吗？还不行，这鸡意气很盛，斗志高昂。过了十天之后，还不行，大王，这只鸡只要看见别的鸡的影子就会冲动起来。再过了十天，还不行啊，大王，那只鸡经常对四周怒目而视，它的气势自命不凡。又过了十天，报告大王，已经差不多可以了，他听见别的鸡叫已经没有反应，就像一只木鸡，他的心已不受外物所动了。周宣王便用那只鸡去斗鸡，别的鸡看见他动也不动，吓得连向他挑战也不敢。
无心争斗的鸡，便全身无懈可击，他的劲气内敛，一触即发。